僕らは何回だってきっと僕らは何回だってきっとそう何年だってきっとさよならと共に終わるだけなん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挺可爱的不是吗，让人欣慰，不过被他算计了还是有些不愉快。可是永恒对你来说太过残酷了呀，几百年间的事要讲多久，大概要讲个几百年吧。几百年了，一个人在这里一定很寂寞吧。